33跟34其实都是云端的服务。老实讲，这里包括了三个，因为我昨天在补充一个，因为又看到一个，哎，不怕多，哎，不小心就看到，不小心就看到，就给它收来纳用一下，测试一下。对，那如果老师要生成速度比较快的，你可以先用33页这个 ，Luma AI Gemini， 啊，不是 Gemini，Jenny 啦，哦 ，Jenny， 哎 ，3D。那你可以到我的官方网站，就是部落格看。那你也可以先点开它的官方网站。好，我先把它官方网站打开，然后呢，到我部落格这边看一下。因为这里呢，我有那张图片，有没有？你看像这样，它就提供你文字生成 3D 的模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一张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的。还有有没有？哎，青花瓷的滑鼠，还是老师刚吃饱没有吃饱的？这里还有一餐，你都可以自己用这个提示词就完成。所以呢，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因为说真的，以前你要做 3D 模型，不会这种标准的 3D 模型，就跟这位先生一样，你就知道我这用 AI 生成。好，图片可以啊、哦。那你看像这样子有没有？我把提示词放在这边哦，可爱的这个 rabbit 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滑鼠，有我们那个这个好像叫做那个叫什么？故宫有卖？故宫有卖？我不知道呢。没有卖，我们自己生成啊。好啊，这个拉面，但是它只支援英文的提示词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可能你要留意一下。你看，像一个房子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很快生成，多卖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用哦。刚刚各位进来这边还是要注册账号嘛，所以你先登录一下，你知道的，最简单就是这一种哦。这样是不是进来了？那您就在下面打提示词。不过它有一个蛮好玩的，你画面上看到的，通通都可以点，有没有？点了，你如果想用它可送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就直接用这个，它就把你带进来了，有没有？画面上这个都可以点哦，这还蛮特别的。好，所以你就直接按生成，它一样一次给你4张。因为有很多老师现在都有在玩 AI 生成图片嘛，他也跟那个一样，一次就生成4个。那一开始会生成的就是比较粗略的模型，你看那面包就有了，有没有？那你要哪一个，就把它点下去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跟这个面包互动哦。哎。有没有滑鼠左键直接拖曳，滚轮放大缩小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所以以后都是出几滴水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太满意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这里，您可以发现有没有一个叫 variation。也就是以这个为基础，我再多变化几个给你选，有没有多来一个？它又会再稍微变化一下，哦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它本身资源的格式其实也蛮多的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下哦。所以其实比较重要是那个提示词啊，因为你的提示词下得好，事实上做出来效果就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哦，因为它现在预设给你的是比较低解析度的，如果你希望产生高解析度的，有没有看到 Make High Resolution 的哈？这个 RES 就是 Resolution 解析度，你如果按下去，这个就真的要等一下，没办法那么快，有没有？它就开始帮你生成，这样了解？我有按下去就要信用卡出来，
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哎，这个是有额度的，有免费额度。好，那您看一下，如果你想看一下你自己曾经生成过的，应该是在 creation 这里，有没有发现？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高画质的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有做，它上面会有这个图，表示你已经生成高画质。你看我下面应该有，我下面我记得我之前有生成高画质，哎，都没有吗？我印象中应该有，哎，还是它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你自己做过的哦，它会留着，你可以不用担心。好，像这边有没有？这是我之前的，这个也是面包，然后熊熊。你都还是会看到它，你原本的提示词在哪里？这样了解咯？哦，所以有些时候，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模型厂商啊，或者网络上你都找得到嘛，那你就用这个方式稍微满足一下，哦，也许还没有到那么好，但是至少有一定的程度。好，最后是不是要下载下来？既然有了，就要把它拿下来。所以你看格式这边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多格式可以选？那如果你有需要把一些帮他让他做所谓的最佳化的话，这个你可以勾起来，就上面这里，它可以帮你生成比较高细节的。哦，就下载模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，它预设是中间呐、啊，还是？好，要注册，要注册，对对对对，还是要注册，对，好，你最简单的就是用 Google 授权，还是不行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可以啊，但是 3D 店你不要忘记是黑白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有跟没有一样啊，好，你看它要生成那个就会比较久。好，这个就一点点时间。那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回来看。你还是一样可以从上面直接分享哦。A 举也不行哦。好，那就是告诉你，你今天乖乖的上课就好，乖乖坐着不要动。这样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再看一下后面这个，好吧？后面这个这两个，尤其是上面这个。它强调它的模型会更精致，而且它有另外一个功能，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，你可以透过照片直接生成。我们刚刚都是透过文字嘛，那你如果上传照片给它，它可以直接生成。下面这个也是哦，下面这个的话，它就是只有照片生成 3D 模型，它没有提供文字的，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先用这个。Triple 给各位看一下，所以我们进到一样，我有教学文章跟这个官方网站，好，我就把它打开。我们先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它官方的。你如果跟刚刚那个网站比的话，它的模型确实看起来精致很多，好，这是它的优点，但是它生成。这个精致模型的时间更久，哦 毕竟这些其实现在 AI 在 3D 应用还算是比较起步，还没那么就是说那么好，哦，不像说生成 2D 的图片或者早上我们唱歌有没有？哦，那种现在的就成熟很多，可是这一块它还在努力中，可是不用假以时日啊，假以两日。哎，10天，我们现在2天就做完了哦。可能几天你就发现，哦，怎么又不一样，又不一样了哦，这个差很多。好，那各位呢，不好意思，马奇还给我注册账号，哦，也是要注册账号一下，所以你还是 sign up 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最简单还是透过 Google 啦。好，最简单你还是透过 Google 你处理一下。
对对对对，Triple 这个其实效果还不错。好，就麻烦大家先注册一下账号喽。那利用大家注册账号之后，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免费的方案，目前一个月无限的草稿有没有？但是你只有一个月只有10个高品质的 3D 模型。对对对，啊，生成高品质模型要大概10分钟，所以我才跟你讲啊，这个要算力好吗？对不对哈？没有财力也不行，所以至少啦，人家还有给你一些免费的额度可以用啊。哦，虽然他说速度不算非常快，但至少 OK。那它有提供两种功能，一个是文字，哦，文字生成 3D，一个呢就是我们刚讲的图片生成。好，那你看我先示范一下给各位看，我把这个复制起来。在这里，是不是贴进去？一样有很多别人的。它有一个好处，你在打字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帮你筛选。哦，雷同的哈，那你就直接 create，一样生成4张。所以这个网站的速度就会比刚刚慢一些。但是为了更高品质的模型，值得。哎，不花钱，又只动口。好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有没有日本动画的中国龙？哦，有有有有，开始有了，游戏角色的，你实际点进来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真的，它确实效果有没有比我们刚刚那个精致多很多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。当然，如果你本身对低解析度就可以接受的，一样就可以直接 download。有没有感觉画面好像有点像？也是资源那么多格式，然后呢，要不要把模型做一些比较精致化，还是要把那个面再减少一点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用 AI 生成的那个点数面太多，反而会造成就是我们会到标准 3D 软体跑起来会比较慢。对。就像这样子，好，这是第一种哈，就是用所谓的 promote 的方式生成。那第二种呢是什么？哎，我用图片的方式生成。你看这里，我们往下走，有没有一个上传？对对对，我就把我的图片上传上来。当然建议大家就是找那个去背好的啦，不然你有背景的不是很奇怪吗？哦，它反而会生成有点太乱，那你就按 create。他就帮你依照你的这个照片那个内容帮我们生成，那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，然后顺便看一下刚刚这个应该快好了，真的已经生成好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哎，我可以放大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底加。对啊，可送啊，可送就是这个，我不知道，哎 有的，来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放大一点，你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，人出来了，跟我们刚刚吹气球是不一样的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所以你的图如果解析度好一点，其实是可以尝试的，可以尝试看看，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可以哈，啊，这个我就不用再试了哈，因为这个就是一样，只有图片生成 3D 模型，所以我们简单跟大家稍微介绍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边就没有动，因为这个功能主要都是在生成 3D 模型，就不是在做动画，因为它要让你回归到标准。哎，它只是展现它 AI 的生成能力这样子而已。对对对对对，好是。当然可以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这个 AI 现在大部分的，就是这些服务都是云端的，所以只要能够浏览，就是用浏览器，几乎都可以用，除非它有比较啊，Chromebook 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，因为这个也不会用到，就是它什么 3D 显示卡那些功能，应该还好。
哦，不过还是要实际测试一下，因为我没有 Chromebook，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。OK，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